今年11月7号将进行休斯顿市长、审计长及市议员选举。Harris County 选务办公室华裔代表黄思贤已经开始进行选务宣导工作。7月19号在 WellQuest 上的 Judson Robinson 图书馆举行了一场社区会议，鼓励华人踊跃出来投票。当天以实体结合线上会议方式同时进行，黄思贤介绍了年底选举项目，包含了休斯顿市长、审计长、市议员、现在券、州宪法修改及地区性席位选举。因此他特别提醒居住在 Harris County 搬过家的民众，必须在10月10号前向选务单位更新住址，同时尚未做过选民登记的民众也是10月10号前必须完成选民登记，才能在11月7号行使投票权。希望你们都在今年10月10号以前都已经登记做了选民了。我们11月7号的选举日需要你来参加。我们如果还没成为选民的时候，或者你进来搬家了，你需要更新你的住址，也希望你在10月10号以前到我们的选举的地方拿一个这些表去更新你的地址。还有不是选民的也欢迎你到我们的办公室拿一个表格，也可以在网上面下载，然后自己填了以后呢，记得把你的驾照的号码跟收手的最后四个数字都填写好，签了名字，然后把你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，在10月10号以前寄回给我们，那就可以在11月7号的选举里面投票咯。Harris County 选务处2020年11月成为选举独立单位，统筹所有选务工作。目前由于德州新法规定，超过350万人以上县级单位选务工作必须交由县政府统筹管理，因此选务处今年8月底将解散，9月1号起回归隶属县政单位。民众需要任何选务咨询服务，请联系黄思贤或拨打中文服务专线 713-274-8203。